长青之家的弟兄姊妹，圣恩堂的弟兄姊妹，以及正在网络上观看我们视频的各位朋友们，愿你们平安。这周是小长假，很多的人可能都外出度假去了。那在这里，提醒外出度假的朋友们，要注意高温防暑，注意人身安全。真的是很高兴，那虽然是一个小长假，很多人都将今天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一位伟大的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崇拜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是普天之下奉主你名聚会的日子，今天也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一起来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唯愿我们的祷告如一股馨香之祭，能够达到主你的圣宝座前，蒙主你的垂听和悦纳。主啊，我们就把今天的主日聚会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你保守我们的网络能够顺畅，保守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你的儿女能够被主你大大的祝福，你也来恩待我们外出的弟兄姊妹，求主你看顾他们的脚步，让他们无论身在何方，求主你的灵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阿门。好，下面是我们的诗歌敬拜时间。如果你方便的话，邀请你站起来，和我们的诗班一起来唱《献给我天上的主》。有请宋恩堂敬拜小组。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声，来呈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美颂扬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来呈献给我天上恩主，愿见证全人主恩典多和美，感激你常顾念扶持，齐真心情。手呈献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声，来呈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美颂扬都
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爱情已给我天上恩主，愿见证全人主恩典多来，感激你神恩典扶持，齐真心诚意赞美给你，尽我心意重唱回遍的诗句，齐举手呈现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齐真心呈现赞美给你，尽我心诗句，齐举手呈现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齐真心呈现赞美给你，尽我心意颂唱每遍的诗句，在我们的讲道当中会提到一个人物叫做乃曼，乃曼他的故事记载于旧约的列王记下，乃曼是一个大将军，他得了当时的所谓不治之症，也就是大麻风病，所以我们也要来看耶和华怎么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来医治乃曼的疾病。在这第二首敬拜的诗歌，我特别选了一首叫做耶稣你医治。在我们唱这首诗歌之前，我们先来念一段经文。经文是出自于诗篇的30篇1到4节。诗篇三十篇是一个充满感恩的诗篇，所以就邀请弟兄姊妹看着荧幕上的经文，我们用一个大声且感恩的态度一起来念。预备好了吗？请。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赞美那将我们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并且医治我们的主。宣告主的自由，耶稣的主我主的医治，是主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心拯救，耶稣你双手一致，在
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施行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2022年的七月一共有五个主日，刚好这五个主日我们都以旧约为我们讲到的经文，其中包括了三个人物，一个是今天所要提到的乃曼大将军，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先知何西阿，再加上生命记以及诗篇，来带出我们七月份讲到的主题，神慈爱的呼唤。今天我们就把第一棒交给郑敦仁弟兄，他讲到的题目是为何神拣选一个傲慢的人？经文是出自于《列王记下》的5章1到14节。各位弟兄、各位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在主日早晨，大家能够在这里一起来研讨神的话语。这个礼拜呢，我们讲的题目是一个新的主题，有一个主题的系列是上帝的慈爱的呼唤啊。今天由我先讲一个题目是为何神拣选一个傲慢的人。那这是从旧约圣经里面列王记下第五章里面显出来的一节的故事。那一开始的时候，先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这个礼拜的金句，还有经文。那我们的金句是从出埃及记34章6-7节。那经文的话呢，就是列王记下5章1-14节。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些金句跟经文。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万人留下慈爱。列王记下5章1-14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听完了经节跟经文以后呢，以后在我们开始讲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share 一个故事哈，就说有一个人呢，他就找到一本秘籍啊，那这秘籍说在他们家乡附近呢，海边啊，你有一个石头，事实上它就是一种点金石，任何东西碰到这个石头都会变成黄金，这个秘籍就告诉他说你怎么样去找啊？原来是就是说他到海边呢，这一大堆石头里面去摸，如果是点金石的话呢，它是会有一点温度的啊，会有点热热的温度，那其他的石头就只是普通石头就冷冷的，所以这个人呢很高兴就跑到海边去啊，开始去找这个石头。那个海边当然石头很多，所以他每次一捡起来基本上都是不是点金的石头，所以他就把它扔掉。对，那这个几个月下来，他就已经很习惯扔石头。扔到有一天呢，他把一个石头扔出去之后，他发现，刚刚那个石头虽然是温热的，可是那石头已经被他丢到海里面去了。对，所以他基本上就把扔掉了很多金子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现在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列王记下五章里面主要的有提到是有几个主角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经文里面提的这个每个人文字叙述的多寡，我们可以列出来，就是其实有两个主角，一个主角是谁，就是乃曼将军啊，另外一个是
以色列先知伊丽莎，然后还有好几个配角像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然后贝鲁的以色列小女子，还有亚兰王以色列王跟乃曼的仆人这些 都出现在这个经文里头。那我们来看一看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个神，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主角，就是神。Okay, 好，那我们来从刚刚那个经文里面呢，我们重新来温故一下到底那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那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提到说这个故事上发生在亚兰这个王国，亚兰王国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建立在现在的叙利亚附近，当然它的国都就定在这大马士革嘛，这就是现在叙利亚的首都。那个刚好就在以色列的北边，但是它跟以色列因为是邻居，所以就常互相打来打去，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亦敌亦友这个亚兰王国呢，事实上也曾经被伊丽莎，如果大家念这个列王记下就可以五章以后六七两章，你就可以读到伊丽莎事实上用神迹的方式打败了这个亚兰的军队那今天的主角呢，这个乃曼大元帅乃曼将军呢，事实上就是亚兰王国的第二号人物，因为他统帅亚兰王国的大军，捍卫国家的战功功勋标榜唯一的问题是在哪里？是他患有皮肤病，就像这个这张图里面这个皮肤有那白色的白癣古代这种皮肤病都一般都叫做大马蜂或者马蜂病另外一个主角呢就叫伊丽莎这伊丽莎是以色列北国的犹太北国的这个先知他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到900多年的时候他就当了这个先知他是祭神。以利亚之后他是以利亚的学生所以继以利亚之后当为他们的北国的先知。以利莎的侍奉呢，他包括很多供应医治拯救他损伤让百姓能够感受到这个上神的慈爱跟能力所以他同时也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来临这故事的一开始他就讲说这个乃曼将军得了一种当时没有药可以医治的皮肤病巧不巧就是当时他以这个亚兰人当时去掳掠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就掳回来了一个以色列小女孩这小女孩呢就变成他的太太的仆人。这个小女孩知道这个乃曼患有这个皮肤病，就跟他乃曼的妻子说如果他乃曼可以到以色列那边去他就可以找一个先知，就可以把这个医治。那乃曼当然很高兴了，就赶快去告诉这个亚兰王。那亚兰王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以色列王，叫他能够帮忙医治这个乃曼将军的这个皮肤病然后他乃曼就带了一些钱还有一些礼物就出发到以色列去到了这个以色列呢，他当然就先去拜访这个国王嘛。这以色列国王看到这个亚兰王的信说要医治这个乃曼的皮肤病，这以色列国王就很生气，说：“我又不是神，我怎么有办法医治他？我也不是医生他同时认为说，这个大概就是亚兰王故意要来找茬所以他就很生气，把撕破了衣服这个伊丽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派人来跟这个以色列国王讲说：“哎。”你不用担心，你把他送过来，我来医治他这个皮肤病
啊，那这个乃曼呢，当然就很高兴的就来带了一大堆人马哈、啊，到了这个伊丽莎的住所去。然后到了以后呢，这个大人物到来，结果伊丽莎呢却没有出来啊，迎接啊这个大人物。皇阿哲只派了他的仆人出来跟他讲说啊，你就到我们这边那个约旦河去浸泡七次，你这个皮肤病就可以医治好了。那当然这个乃曼呢听到这个就是气得要命，为什么一个大人物来，你这个先知啊，你只是一个你又不是一个大人物，对不对？你至少要出来迎接我的大人物啊。那同时又很不礼貌了，没有出来迎接孩子，只派个仆人来跟我讲说啊，你就去洗个跳进河里面洗个。而且更何况约旦河是一个很小的河啊，跟他们在叙利亚那边的几条大河比起来，这个根本是小 case 啊。所以当然他接的是受到了侮辱啊，所以就大怒，就生气的离开了。当然他的随护跟那仆人就劝他息怒遵照这个伊丽莎先知的处方去洗，也许说不定可以得到医治啊。那当然这个这个过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乃曼刚刚这种本来这个气也消了，他想好吧，既然来之我就试试看嘛，说不定真的是可以得到医治，对不对？他跳进去，在河里面这样来来回回七次以后，既然这个皮肤病没了，他整个肉呢复原了，就像个小孩子的皮肤就长了新皮肤出来他就很干净这就记在这个列王记下五章的十四节所以乃曼呢就很高兴的带了一大堆人马又回到了这个伊丽莎的住所来然后告诉伊丽莎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别的神没有神然后他就拿出了他所带来的财物要赏给伊丽莎谢谢他那个帮他医治，但是伊丽莎就坚决不收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这个傲慢的这个乃曼呢，认为说他可以用钱财买到神的医治同时他也不愿意让这个乃曼跟亚兰王认为说他们除了用钱财可以买到神的医治之外，也可以用武力或权势的方式压迫来得到神的医治跟神的照顾那乃曼呢看这个伊丽莎坚持不说，他就跟他讲说好，那我就请求你让我能够带回这个以色列的土壤回去建祭坛从今以后呢，他就不再献这个平安祭跟燔祭给别的神子他只献给这个真神以色列的神。很多这个传道人或者牧师讲这个故事大概就讲到这里就结束。然后就开始见证说，你看神用这种神奇的方法让一个傲慢的人能够怎么样改变他的心意了解到真正的神但是呢，事实上，在这个故事的下去还有别的故事紧接着我们来看看紧接着还有什么故事呢？事实上，紧接下去是在十八节乃曼就问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事实上也是牵涉到很多这个所谓外族信徒这个祭拜偶像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乃曼本身是亚兰国的二号人物嘛，那国王去祭拜他们亚兰国的神子的时候这个乃曼也必须随着跟过去所以他在十八节里面就把这个问题就问出来，他说
当我跟随国王去祭拜的时候，那我希望这个真正的神哈，能够原谅我，然后能够饶恕，是吧？然后他把这个问题问这个以利沙，我们来看看以利沙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对，以利沙在列王记下五章十九节里面就回答说，在和合本哈，就在想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句话有时候有一点好像有点我们不对题，对不对？人家问他问题，可是他只是跟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所以我就跑去查了一下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跟那个 NIV 这个英文版里面他们就是写，他说 Go in peace。那什么叫 Go in peace？ Go in peace 的话，把翻作叫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可能有点勉强哈。我把它翻译作叫做带着平静的心回去吧，或者你就安心的去吧，大概是这样意思。那以利沙这样的回答呢，是到底他是有赞成说没关系，你去祭拜，你们没有祭拜没问题，还是他说你不行，你不能去你们祭拜？这基本上这个以利沙是没有正面回答乃曼的问题。同时从这个经文里面的记载，我们也看不出来到底以利沙是反对乃曼去做祭拜这件事，还是赞成他去做这件事。这个看不出来。那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神让一个非常傲慢的外族的将军经过这个医治的动作，对不对？认识了领悟到了的真神然后让他能够愿意的只祭拜唯一的真神。但是神还有以利沙事实上也看到了乃曼怎么样，他并没有做出他愿意为神的那种准备对，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在新约圣经里面就看了，你看新约圣经的使徒很多人都为了什么，为了神，为了主而为神嘛，就受刑而死都无所谓然后在其他旧约圣经里面，比如我们看到 Daniel 对不对但以理他们为了要坚持信唯一的真神，他们不去拜其他的偶像或拜其他的神，然后他们愿意受火刑，对不对所以这个作为一个为神委身这个准备的动作，事实上是就是一个人真正愿意信神的一个真正的表现。所以乃曼问的刚刚讲的那个问题，事实上就让人家看出来他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要委身。所以是不是乃曼真的百分之百的翻译业者，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也许伊丽莎也看出这一点，所以他就没有做正面的回答。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选择这么一个傲慢的人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故事事实上神在告诉我们，借着这个整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有一个人物叫做什么，就是他名字叫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对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乃曼呢要给以利沙财物感谢他但是以利沙拒绝收，所以他就拿了原封不动带着财物还有一些衣物就要往回家路上去。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呢就觉得这太可惜了，为什么以利沙不收下来，那我一定要去拿所以他就跑去跟这个乃曼收起了这个一些拿了一些银子跟衣服回来以后呢，这个以利沙知道了
他伊莎问他说你刚刚去哪里？他就说我、哦、没有啊，我一直在这里。结果他就骗了伊丽莎，就讲你去收了乃曼的财物，同时你又说谎。从此以后呢，你跟你的子子孙孙啊，都会得到大麻风啊。所以他就得了这个诅咒。那为什么？所以说加西的这个罪啊，就贪欲啊，他的贪婪啊，还有他的欺瞒。让他呢，得到了这个大麻风的这个诅咒。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基哈西本来在一直待在这个伊丽莎的先知的旁边嘛，就实际上就在神旁边，对不对？但是他因为自己的私心跟贪婪，所以就没办法得到神的爱护。所以一个人他的心态啊，是很重要啊，你的心有没有向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也是神想要借着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个被掳的小女子啊，就是在那个五章啊，王下五章啊的二到四节啊，就讲了这个被掳的这一生小例子。然后我们稍微读一下哈，他说先前这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那这小女子呢就服侍乃曼的妻子，然后他对这个祖母就是乃曼的妻子说啊，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而且这个先知就是伊丽莎啊，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然后乃曼就进去告诉他主人，当然就是亚兰国王嘛，对，以色列国王的牧师是说 OK 啊，对，只有这么三小节的这个经文讲到这个被掳的小女子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小女子的这个表现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小女子虽然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呢被掳了离乡背井，对不对？然后来做当人家仆人，可是她一定是仍然持守了神的教导，还记得家乡的这个先知，也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会这样，他才会去跟在精心伺候这个乃曼的妻子的时候，他能够勇敢的跟乃曼的妻子讲说推荐先知就是见证神的大能，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小女子对神的忠心，除了这样怎么样？让乃曼的皮肤病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之外，他自己也这样，他自己也变成一个很纯洁的很忠心的很信神的信徒嘛，不是那当然也顺便也把这个神的大能让很多有这个外族人认识的这个唯一的真神这个就是他很伟大的地方。我认为我认为这个整个故事，事实上神是想借着这个乃曼的这个故事来让我们看到基哈西跟这个没有名字的这个忠心的小女子的这种对比的差别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亲近神，如何来随时爱神。那所以如果我们重新再来排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当然大主角还是神，对不对？另外两个主角是呢，就是一个是被掳的以色列的小女子这当然是正面的那种例子一个是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这个是最负面的例子其他人呢反正变成是配角乃曼将军、伊丽莎先知亚兰王、以色列王乃曼的仆人，那好像就变成配角。OK， 为什么？因为我们得到的这个是以他的真正的重要性来看那当然，这又回到我们一开头我跟大家讲的那个点金石寻找点金石的故事这个基哈西待在这个以利沙先知的旁边，他认为说我一定。绝对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就像那位在找这个点金石，每天一直在丢石头，丢石头，丢石头，他变成现在习惯性了。
变成一个习惯性，他习惯性拿起来然后就丢出去，拿起来就丢出去，因为丢了几个月了嘛。结果等他拿到真正的点金石的时候，他没有想任何东西，就把它丢出去。等丢出去了才知道说啊，已经 too late， 所以就看着那个站在那边一直待到这样，待到夕阳都出来。那这个就是基哈西的一个问题，对吧？我待在神旁边，我一定是好，所以我不论我做什么事都没有问题。是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心啊，心态很重要啊。那个小女子呢，虽然被掳到别的国家去啊，离开家乡，离开自己所谓有神住的地方很远，但是她的心还在。那神是无所不在的，对啊，神还是随时在照耀顾念他，所以他随时这样对这个神的信心是这样，永远都永存的。那这也就是我们需从这个故事所知道，我们的对神的信心一定要有，我们对神一定要忠心，要有信心。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那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早晨能够一起聚在这里研读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信心要非常坚强不管经历任何的苦难，我们都要对你忠心有信心。我们也感谢你对我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有坚强免疫力，让我们能够度过这疫情四年的日子。我们祈求你保佑那些在乌俄战争之中饱受战争是受害的人民，让他们能够早日迎来和平的日子。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谢谢郑老师所带来的信息。现在请颂恩堂的诗歌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唱今天的回应诗歌《主你是我的一切》。赐我新生命，主你
生活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不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神话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不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神宽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不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将问安置时间交给颂恩堂的许朝良牧师，同时也提醒颂恩堂的弟兄姊妹，预备好圣餐所用的饼跟杯，我们将在问安的环节之后一起来领受圣餐。